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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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能看到我吗？现在我来了，大家晚上好呀，呵呵，已经结束了演唱会，然后已经回到房间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跟大家直播，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感觉感受，好吗？怎么样？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今天在演唱会现场的炭火啊？你们安全到家了吗？坐上车了吗？安全到家，坐上车了就告诉我，在评论里面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很开心。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不远万里来北京看我的演唱会。对，戴美瞳了，我今天台上说了，我终于戴上了。其实上海的时候我想戴，没戴进去。但没想到北京戴上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，真的是。但现在好像已经蛮习惯的了，第一次戴的时候还很不习惯。对，往后的演唱会大家希望我戴吗？希望我戴的话，我可以再挑战挑战。说看四方馆呢，四方馆可以一会儿再看，先过来看我。现在不难受，现在很适应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带了，现在。哎呀，都跟你们说了，不难受，不难受。第一次戴的时候难受，现在不难受了。有没有今天努力了没有来到现场的炭火啊？有吗？有。那你们是在哪里看的呢？在网上看的吗？哎呀，其实我也知道大家好多人都没有抢到票，但是我们后面还会有这个场次，还可以继续，加油加油。看，虽然这个没有跟大家现场见，但我这不开直播了吗？直播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喜悦。今天晚上很给力啊，大家非常给力，很开心。哦，队友快开学了，那祝你们开学快乐。是明天吧？应该明天就开学了。加油加油，好好学习。天天向上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听我的啊，好好学习。不快乐，工作嘛，学习嘛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。好好学。学好了，等放假了，我们再多见一次。听说大家今天都非常的忙碌啊，又是演唱会，又是四方馆，又是嗨六，真是抱歉啊。这一天，这个周末占用了大家太多的时间啊！
啊，不还有直播，所以是因为大家都在看四方馆和嗨六，现在没来看我的直播吗？忙点好，让你们忙一点，让你们无心去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或者让你们烦恼的事情，对吧？让你们忙起来。四方馆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这个一边放着四方馆。元末一边看着檀健次的演唱会，会不会很割裂啊？直播间有在现场的人吗？有在今天在现场的炭火吗？有没有今天从现场看完演唱会，然后又现在又到直播间里的？怎么还有人说不有，没有？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有啊，那你们今天看演唱会什么感觉啊？给我点意见啊。对啊，看完以后给点意见。然后呢，我争取下一次更好。但也是希望每一场演唱会都能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开心的夜晚。太保守。还想怎么着？我已经努力尽力了，已经到了极限了。我嗓子没有哑，没有哑，就是这样，私下说话就是这样。但今天确实，今天北京场我的这个嗓音状态啊，好像没有上海场那天那么好，我一会儿得检查一下，就反正体感吧。今天有几首歌好像感觉不是很不够稳，一会儿看看回放，看看你们的回放，你们拍了就发，然后我会去看一看，看看我今天怎么样。他回来了哈，好了吧？好了，我从山洞里出来了，你就没事了。刚聊到哪儿了？一下给我卡忘了都。行了，我行了。你行了什么？选个大点的场地，这个还不够大呀。还有，我今天不是很累，不累，不是很累，不累，很开心，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开心。哎，手机。你们开心吗？今天，你们也很忙。今天，多吃点，太瘦了。因为现在离南京场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可以放纵两天。
这场的舞美呀，我们新增了很多小细节，不知道大家包括灯光啊，我们都有重新做一些小新的调整和改良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包括其实这几首翻唱呢，也是重新编了曲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比较好的视听感受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还没从网上剪完，慢慢剪。我一会儿也剪一剪。眉毛上是钻，指甲，指甲。这是炭火，然后这个是红的是，其实是。有一点点京剧的元素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京剧的元素，就是 INU, you and me。我第四看直播间里的评论呢，大拇哥瞅瞅，这都什么要求啊？这都，不上不上，偶尔做一次还好，我又不是天天做，天天做还行，这不是为了演唱会吗？为了大家来，从里到外。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都能看到好的感受嘛。哎呀，现在难题又交到了南京，南京该怎么搞啊？真是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真的是，其实每次我们演唱会下来都会复盘的，都会重新开会，然后讲下一次我们应该从哪里做一些新的点啊、新的突破呀、什么的。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演唱会的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他们非常的非常的敬业和用心，来为我们呈现了这么这么的好看的一场会。老让我脱，我那些衣服不好看吗？老让我脱，那都老贵老贵的了。好看的没票，哎呀，我也想让你们有票，我真，你怎么办？我自己都没抢着，我要抢着了，我送你们。哦，实名制送不了，对，忘了。那我要是自己抢着了，我留一个空位给我自己也很奇怪。算了，我还是别抢了，以后。你们直播怎么就不是要看这就看那儿的呀？看脸还不够，还看这看那的。明天开学了，然后大家先好好上学，好好上班。等到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再多见一次。生活就是要有专注的忙碌的时候，也要有放松的时候。对不对？不许提开学，笑死我了！这么痛苦吗？校园生活多美好啊！我都想回到校园生活。
你在哪个学校？我去跟你做同学好了。我也想去上学。哇，你们，我特别想去上学，我跟你们讲。我要有时间，我一定去上学。我就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，太幸福了，那简直就是。和你做同桌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吃食堂的饭。帮他们写作业，你这么信任我吗？还让我帮你，怎么又？哎，怎么能把我卡出去呢？不是，怎么还能把主播给卡出去呢？第一次看这样的啊！你不把那个别人卡，把主播给卡出去了。真不是我在山洞里，我这信号挺好的。我这信号挺好的，人家都写了网络良好，良好，知道什么叫良好吗？然后今天翻唱的歌曲大家还喜欢吗？有看到我翻唱的歌吗？我从山洞里出来了，我网络挺好的。可以吧？今天翻唱的歌。下一次啊，我们争取每次都有一些新鲜的歌给大家听，不然大家都知道我下面要演什么了，我就感觉有种被你们看透的感觉，很不爽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被看穿的感觉。我也改变，大家可以继续发你们觉得可以想让我翻唱的歌，然后我知道，哎，有什么歌单可以选。哇，现在就给我发了这么多，你们现在发我一下就过去了，我都记不住。你们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啊，想想，别着急，还有好长时间呢，你们还有一个月要上学上班呢，啊，还有一个月才能到十月份呢。北北今天来了，哎，你不理我，对吗？哇哦，我刚看到有人说，贴假睫毛，我需要贴假睫毛吗？我戴个美瞳已经顶天了，还让我贴假睫毛？
今天我台上看到底下好多人穿的好多奇装异服，有孙悟空的，有元末的，有这个朝代那个朝代的各种各样的人，真的是哇，就改成了那个叫什么cosplay 联欢了，好有意思，真的。但是我怕你们热，因为穿太多了。真的，今天这个悟空真的是惊呆我了，惊得呆呆的。你们还在刷唱什么唱什么？那怕过了，过了已经。你们想想，回去想想，整理一下。这么一直发也看不清。呆球，呆球在北京啊。其实北京本来想让呆球上台的，但是人家建议说不要让小狗上这么大的舞台，怕它闷受不了，所以就没敢让，没敢上。本来我是想让上的。对，我看到有人穿婚纱了。本来我上呆球也表演个节目，奈何他们不中用啊！每天不是吃就是睡，就是玩儿。南京，你们想好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吗？南京的 dress code，得想一想。南京，你们觉得比较适合什么颜色呢？在你们的印象里，南京是什么颜色？对，最近今天这一场北京场开完，我就要这个，可以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。每天都在训练，对，就没有停过，一直都在训练，一直都在为演唱会做准备。今天我开场的那个红色的衣服，长着花的，你们喜欢吗？其实每一次，上海第一站是那个戴了一个那个帽兜嘛，那个很闪的。每次的开场的衣服，你们喜欢吗？下一次开场你们希望，哎，我都不想问了，一问你们又脱掉了。我下一次你们开场想看到什么样的衣服？对，我会休息休息的，但是肯定也不能休息太久，肯定是在这个。要保持这个训练啊，还有自己的状态。你以为就你们在上学在工作吗？我也很忙的，好吗？不然你们今天怎么能这么多事儿干呢？然后今天还有个就是今天大合唱，我今天的大合唱真的大，真是大。声音真够洪亮的，我就喜欢这样。
我就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盖过我。啊！怎么又卡了？又给我卡出去了！排斥我！真的，我服了，又给我卡出去了。我最后再问一下，就是今天来现场看演出的人，你们都报自己的住所吗？回家了吗？或者是外地来的，你们有回到自己的住的酒店了吗？啊，都安全到了吗？安全到了吧？都安全到了吧？安全了就好。OK。那接下来要干嘛呢？你们到加油干嘛呢？刚看完演唱会，回到家不会觉得很空虚吗？要不吃个夜宵？你们要干嘛？给点建议，应该干嘛？看完演唱会回到房间应该干嘛？好，看四方馆。看，继续看演唱会，看好用。我也想吃点夜宵了，今天好久没吃夜宵了。你没有推荐我吃什么夜宵？可以让我那个什么的放松放松。今天晚上螺蛳粉火锅，哇，我都好久没吃螺蛳粉了。你们去吃什么呀？我看看有没有，我想跟你们吃同款，或者你们去哪吃，我们搞个偶遇。这么晚了，哪有烤鸭吃？耗儿鱼，哎呦！知道耗儿鱼什么了？啊，说的我都饿了。火锅啊，我也好久没吃火锅。我之前说，我演唱会结束一定要吃一顿火锅，因为我太想吃火锅了，我一直都没吃火锅。这什么呀？饭啊！突然说饭就来饭啊！就是水果吗？哇，真的是一碗饭，对我太好了吧！这是什么菜啊？哇，这个菜感觉挺厉害啊！真的来菜了，哇，这个是熟红烧肉吧？
哎呦，这行哇！怎么突然间有饭了呢？改吃播了，行，那我先吃一个吧，不介意吧？这么晚了，啊？这么晚吃饭，哇！太久没有尝试过这么晚吃饭。其实上海那次也是，奖励了自己一顿大夜宵。哇，这大肉大肥肉啊！哇，香，好吃。第一口要粉丝先吃。啊，好好好，来，你们先吃。好，你们吃完我吃。快把你们的饭也拿出来，咱们一起吃。那我明天必须要吃一顿火锅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个肉全是辣椒，看到没有？哇！还是这个肘子肉厉害，这个肘子我绝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鱼吗？不像啊。哇，好吃！你们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推荐给我吗？等我去的时候。还是这个贵。这个大肥肉，看到吗？哇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没见过，感觉好久没见过了。哇，入口即化，满嘴流油，说的就是他。哇，我很久没有吃这么油腻的了。我喜欢吃湖南菜，这个好像就是湖南菜吧，湖南菜、成都菜、川菜，还有广东菜、粤菜，你们呢？那南京是生日，是过生日。哎，我是不是生日？我从来没有正日子跟大家过过生日吧？好像从来没有，是不是没有啊？我记得好像2021年那天也是4号，不是5号。江西米粉、广东早茶、新疆大盘鸡，来成都吃。对啊，我去等我去成都开的时候，
等我去成都开的时候，我真服了，今天晚上卡了我多少次，而且天天把我卡出去。大家整理一下南京的美食清单，等我到南京的时候，开完南京场，我要大吃特吃在南京。而且你们懂我的，我就喜欢吃那种路边摊还是什么，就比较地道的小美小吃美食。成都也是，成都更要推荐了。还有深圳，我发现这几个城市都是美食之都，都是好吃的。喝点嘛，直播不能喝吧？啊，喝水啊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鸭血粉丝汤，对，喝麻捞这个，喝麻捞汁啊，好久没喝麻捞汁了。直播间应该有的人不知道麻捞汁是什么，吃饱了，我居然这么快就饱了，再吃了几口，耗儿鱼，去成都必须要吃耗儿鱼。对，我现在胃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吃的就少了。看，大晚上吃大米饭，天哪，太可怕了。吃饱了，喝瘦了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想胖很容易，很容易的。家常，家常，都在说家常。收到，我想想，看饿了，看饿了就吃，今天值得庆祝，值得吃。我吃，我今天吃很多了，我很这么晚了，我吃了这么多，很开心了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好吧，好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去冲浪刷手机了，我要去看你们的翻拍了。在你们发视频的时候啊，想着点，有可能我会刷啊。行，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演唱会结束了，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。
然后也希望大家今晚能够睡得好觉，你开开心心啊，迎接新的一天，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拜拜了，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晚安。这回不是卡掉了啊，这回是真的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